今天没是今天才想要提案，所以今天没有想到那个 project 名字，所以感觉可以叫做巨灵 B 是什么，巨灵 B 一句话或巨灵 B 日常。然后今天如果发现的话，我再偷拍大家。然后今天就 share 一下那个今天偷拍的成果。那我特别注意，那个黄景城我都没有拍。如果你真的被拍到了，你不喜欢的话，请跟我说。好，就是这是一个大家现在的方法，就是假设你今天有一个影片，然后你想要加入这个 project， 然后九月的时候在那个奥地利播的话，你就可以自己输入你的名字，然后你的那个影片的连接，然后你大家标注一下这是什么种类，然后 image 或是 YouTube 或是网页，然后你可以自己设定你想要这个片段播多久之类的。那譬如说，这个是今天拍的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到时候还没写，程式还没写出来，就是预想中的话就是会写一个程式，然后自动读这个 spreadsheet 的内容，然后就一个一个 tab 一个 tab 打开，然后一个 tab show 这样子。所以到时候在名字的时候，大家第一层台就是会以这样的形式 show 给大家看，说巨灵 B 的日常。这都是大家吃饭的时候，就是。对，这是茶点时间，对。茶点时间，聊天时间。哎，这配对不是我，好有趣哦。不然就配对很错。然后口饭，然后它就自动断线了，好尴尬啊。是啊，这种东西，我们被 hack 了。好，算了，有人不想要我 present， 那就这样吧。哎，又回来了。是右边那个飞叶什么飞儿？是看哪一个什么？哦，好酷哦！太欢乐了，就算是排演过也没有办法那么欢乐的存在我的专案成果。好，我们就是一些像这种今天的那个拍摄结果，然后请大家可以，因为现在有列出来就是三个嘛。巨灵 B 是什么？巨灵 B 一句话，或是巨灵 B 日常，所以大家可以回去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想想看，巨灵 B 是什么，就可以说巨灵 B 是什么什么什么，然后你可以选一个漂亮的背景，比如说你家附近的夜市啊，或是你家的什么厕所，或是你的工作的桌子，然后你可以顺便拍一下你的电脑什么之类的。那对，这是什么？好可怕哦！好，还有时间，那就再秀一两个。对，好像没有什么，不知道会特别，不知道会不小心拍到什么东西。好像没有。哎，没时间了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大家记得要转密哦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。